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志伟，欢迎大家收看本期原神。今天给大家盘点一下，我平时去挖矿的几个大矿脉啊。这边更新了，也有一个魔金矿。首先在这里，蒙德城我们先跑一遍吧。这边有很多，这里还有个矿山，望风山地这边。孤云阁这边好像这边本来应该有更多矿石的，被我挖掉了一部分，还没有长出来。然后这个点可以说是非常的多了，这个点就非常的多的矿。然后对面的那个岛上也非常多的矿，从这边也能隐隐约看到，就这三个点，这里就矿非常多。天衡山这边的矿也是非常的多，然后每三天把这几个矿脉跑一遍，基本上矿物就是不会再缺了。这个就是一个超级大矿洞，里面的矿非常的多。然后这边本来还是有个岩神童的，没有来过的可以把这边岩神童也顺便拿了。地方在长傲山，要到这个传送点，然后往这边飞，慢慢的飞下来。这个在最底下，这里的矿是非常的多。然后就是清澈庄下面，我从这个传送点爬过来，这边的矿也是非常的多。这里还有一排的矿，你每三天把这些矿脉挖一下真的是非常够了，不用像有的攻略推荐的到处跑，东挖一点西挖一点非常的不方便啊，把这些集体踩一遍就非常的够了。差点遗漏了，这里矿也是非常多的，这个是在清虚谱这边，然后要从下面这个路进去，这是一个山洞，里面有魔晶矿和这个矿脉。好了，我们本期攻略就到这里结束了，下期视频再见。